就在刚刚，斗鱼却仅凭一人之力横扫整座天霜战场。大家别慌，我们这有20多人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一人。看在你们没有吓破胆子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们个机会。我就站在这里，你们谁能让我移动分毫，我直接退出天霜战场。可恶的枭子，烧小长老，发向田地。蛮族之力可以开山，我看这回他怎么接下这招。持我以劝，天道呼吸法。仅凭借护体金光就破了蛮族之力。血玲珑，嗜血仙子。道歉，我无意和你们联手，等你们打完，我会自己和他战斗。血仙子，您不能这样。战场中剩下之人都在这里了，你们还打不打？不打的话就换我出手了。可恶，跟他拼了。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这根本不像同龄人之间的战斗，这家伙真的是人吗？还剩10人，刚好还剩7个人，这下够了。斗雀大哥，你别打我，我认输行不行？你给我停下来，你敢认输我一巴掌拍死你。认输都不行吗？非得挨一下才可以吗？做戏得做全套，这样直接认输不大好。打我，缺根，我不敢啊。让你打你就打，不打我就拍死你。没用的东西，这样都能吓晕过去。这家伙到底有什么毛病？他不打的话，你打也行，用你最强的招式攻击我。那就如你所愿，冰封3000里。这就是你最强的招式？我的攻击竟然对他造成不来一点伤害，我竟然这么弱。不是哥们，我又没还手打你，你哭什么？救命啊。不好，这家伙快撑不住了，我得赶紧离开战场，再过一会儿就该第6了。啊，好厉害的寒气，我认输了。什么情况？明明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，难道说他看到我哭了，所以心软选择认输？原本以为他是个嗜血残暴之徒，结果却是一个内心如此温柔之人吗？师父还说世间男子都是自私自利之人，我原来也这样想，可是斗雀他却不行了，我撑不住了，我也要认输。不能乱动，就在这里站好，缺哥说好了能帮助我进入前10的。白兄，这天霜战场到底怎么回事？从咱俩进来之后，怎么一个其他的人都没有看见？是啊，韩兄，2个时辰都快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了。这就是天霜武斗会的大决战，难道真的不是躲猫猫大赛吗？你们让我回来就是看这种比赛的。具体情况我们也无法掌控，都怪那斗缺自己舍弃了夺冠资格，竟然为了个女子主动放弃了8天连体术，此子怕是难成大器。那周老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今年的天霜五绝已经够丢人了，直接宣布结束吧。
魁首之位，你师父若在全胜，你还有机会拿。可惜啊，那老妖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，不需要我多说吧。谁有意见出来说说，我五魔岭的人可以去你家里跟你全家一起谈。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？我好像听见有人对我这个第七名有意见啊。